大队长，您先进去吧。想了想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啊。护身要你领回二。他想说，学姐在南边港区。你说过，我们还要做几十年的教宗跟大队长，对吧？你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刚刚在酒吧突然骨灰跑来，然后一路就跑着过去那边。我会照你的吩咐继续执行我该执行的事情，但在你醒来之前，我都不会回到历史，我都不属于历史小队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都不是那个大队长。学姐没事了，好吗？冷静一点。他醒来之前都不叫没事。现在看教宗也是。我要你亲手把我的队徽还我。都会好的。我就放在这了。我还要去联系谢娜。我都留在医院。你们呢？我们都留在医院。不能乱了。在你醒来之前，我会顾好这一切。但你要给我醒来，贝斯特。别忘了，我酒柜的酒是你说要喝的。